中国式摔跤是一项古老的传统体育项目，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全民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历史上曾经叫相扑、相搏、脚力、脚搏、瀑布戏、摔跤、灌跤、摔跤等等。为了区分引进来的国际式摔跤，1950年代将中国跤术定名为中国式摔跤。目前在我国各个民族都在统一的规则指导下进行比赛。中国式摔跤集竞技比赛、健身娱乐为一身，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我们将根据中国式摔跤的技术，进攻、防守、反攻、基本功训练和器械训练以及观赏等分成系列向大家展现。下面讲嘿要叫春花，它的把位比较固定，贴身小袖放好了，完以后腰臀进对方裆内，把对方像披衣服一样的披在后背上，所以这个动作挺形象，叫披。哎，我给大家讲披，它的把位就固定把位，对方右脚固定把位，贴身小袖，我是左脚，对方右脚，我上步，这个走比较突然，看看看，腰不要倒腰，速度要快，长腰，这走出去，长膀子进腰，来，把对方摔倒。这个动作呢，这个变化较多，主要是步法的变化，手法没有什么变化，步法是根据对方的步法，我随时调整我自己的步法。如果对方是坐下，那么我就走啊长步啊前腿；如果对方是左下，我就蹦步。谢谢，来，好，我给大家做一下，一定要注意出肘，这个很重要，这出肘，这很重要，攥着出门小袖出肘，注意，我们在走的过程中，用这个动作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把重心调节好，首先走重心调节好，走一定要握紧，对，
下面把衣服披在身上，对，走，一定要出去，啊，不走，对，老叔，这是啊啊，他跟披和穿锁不同，他是手这样穿，穿是正，行是正，披可以不正，把这个搁他裆里去，啊，行是这就是，啊。这个动作一定要注意，不要倒腰，一倒腰就容易让对方反攻、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入腰速度要快、嗯、进肩入腰速度一定要快，如果肩进去了是吧，腰快速度慢了，结果对方可以反攻，而且这个反攻一般就不容易回来啊，这个只要对方反攻，我就失计的人就要倒下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动作比较幅度大，比如说我做一下，对方呢往我头里牵腿啊，一紧这几手我就就躺下了，是吧，注意我做一下啊，我这功夫真功太大，我的幅度较大，所以失败的时候，失败的这个成分呢就大啊。他和这茶色踢这个动作呢刀工不一样，所以这个动作比较破本大啊，效果只要你用严了效果还是好的，因为他对对方有这个威慑力啊，这个可以讲你要是掌握好了，对方防不胜防啊。用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全方位的到位，如果不到位就容易让对方牵腿扣腿或者拦啊。假如我走，我拉着一走就想使这个呸，如果我进你的慢，走的幅度要大，对方头里拦我就躺下，这东西叫拦啊。他用左腿，我这一走，哎，这就躺下了。还没等，本来我这么一走，这牵腿，我用呸，这头里一来，我躺下了。什么原因呢？就我这动作，走的幅度大，进去的慢，啊，出现这个问题。嗯，我们要想更好的掌握这个动作，就掌握这个呸，那么我们在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它的距离、位置。和这个速度啊，把这个感觉找好了，那么成功率就比较高啊。另外呢，就我们在对方有防范，那么我们就不用了啊，要充分的发挥个人的特长啊。我就善于用这呸，那么要想方设法呸。那么它有几个动作变化啊，比如说我拿着。我撤的，就当一撤腿一抽腿我就可以一抽腿我就过去了，借他一撤腿一抽腿我就过去了。还有呢，拉近是吧，我这儿直接去容易倒腰，我这没倒腰人家对方我就根本赢不了，哎，所以呢对，我拉近一拉近，第一个动作一拉，第二动作对方一抬头我进去就不再拉了啊，你看哎，开拉近走啊，这样呢这个技术动作呢就比较完整。所以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速度快，胯跟手要同时啊，如果手要拉胯，这动作成功率就不高，而且呢自己也容易失重啊，被对方反攻。刀钩是技巧性很强的肌肉动作，它是用脚小腿刀对方的从中腿，脚后跟要万里合钩，用脚后跟啊刀钩就对方的从中腿小腿，这个动作技巧性很强，
需要在训练过程中一定要多练基本功，让自己有着一个刀的自然动作，当机会到了你就可以一刀就有啊！一定要注意小后跟的旋转。待会儿和大家讲一下啊，刀工种类很多啊，主要手法给大家讲讲它手法变化。一是刀门子，你知道不？偏门，单手拿着偏门以后，对方一扣我这么一拉，对方的腿就跑到裆里去了。注意刀的时候是这样哈，哎，这样刀，对，一定要注意这个刀呢。往外一甩，所以这个动作呢有一剪的动作，拿你的小腿往外蹬，大腿往外灌里合，形成剪对方的同情腿啊，使对方倒地啊。大家再看一下，对，我一捶手，啪，对方一上步，我就倒着，大家看啊。刀工的手法变化有大拿着刀，有刀胳膊刀，偏门柄的刀，单门的刀啊，刚才我讲这个叫单门的刀，还有它的变化是，大家看它一转我，对，刀过来同样达到这个目的，使刀工不管你手法多变化，步法没有什么变化，刀工就是我站稳了，对方坐下一搭手回刀上，这样呢让他的左腿向前迈步，轻松失腿，这是我的刀的能躺下。另外呢，对方是左下啊，这时候我一倒，我自己上步刀啊，也达到这距离的目的啊，一定要注意他的刀人家的距离。这刀呢它有很多弱点，那么就我要拿胳膊刀人家，偏偏小时候刀人家，对方同样能可以用刀的动作用我，这动作是相互形成，各占一半。如果对方掌握好时机，我一刀胳膊刀他一伸腿，这时候呢我相反刀被动了，他主动，你看我一刀他，我这么一刀他，他直接刀我就躺下了啊。大家看这动作，他刀我，刀我，那叫刀，对对对，看他刀我，他一过来我马上形成不用我去刀他，他给我送来了。大家看，来这个动作呢，两人各占50%成功率，所以使用这动作很主动的使，你必须得把对方的重心拉过来，到这形成实腿，让对方抬不起来啊。另外呢，对方还可以用荡、踢、收等动作破坏这动作，比如说荡啊，我刀的啊，我刀的。我一刀，本来在这个动作上，我一刀呢一使劲，对方呢一绷掌面就踢我，这样呢同样这一动作一踢我就倒。哎，再来看啊，我这么一刀他，一踢，怎么踢我这足腿啊？这个弹腿都可以破解这个动作，所以这个动作呢，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首先要掌握这个距离和这个把对方独腿也就是实腿拉直了，才进行刀，这样效果就比较好。如果这个动作对方防范挺严，那么我们在实际过程中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啊，这个指东打西，做有变化，用手法变化和脚步法的变化，或者是技术动作的变化，来诱导对方
是就对方教判啊。比如说啊，我这么一个对方主心下降，我带取刀的，我就首先要找一个主心下降。嗯，这个动作呢，我正一拉对方，我就没必要再去刀他去了。对，我正一拉呢，那就偷他了，偷腿了，这偷腿就成了。啊，所以你要注意，这个动作是手上的和脚上的配合的动作，手主要是拉动对方，移动对方重心。比如说刀，这个刀过来，我是刀过来刀过。啊，太伸手，我倒过来拉过来，对方这时候呢完全可以呢摔我，直接抱我胳膊这样摔我。那么我要想用好这个动作啊，就我倒着胳膊，首先往下拉，让他有外起冒高的这么感觉，他感觉这样不舒服了，他外起冒高，我一刀的正合适。所以每一个动作它的细小变化都要捕捉的，都要掌握对方的力点、支点和他的重心和移动的位置，要预先知道。比如说我一拉着，那对方不过那个腿，那就是我的力不对。你看我这么一拉着，他就转到上掌上，他同样你看我一拉着我往这个方向拉，在拉的过程中呢，再有一旋，他那条腿抬不起来，他的后腿这样就抬进来了。所以一切动作都在千变万化之中啊，只要你认真去捕捉，机会会来的。给大家讲背子要叫背位子。我们在使用过程中，首先要强调背啊，另外的强调拐，掰和拐同时事实啊。掰有倒钩的掰子，有大拿着掰子啊，步法变化不大，主要是手法的变化。下面给大家演示说倒钩的掰子啊，倒钩的没对方是右脚，我是左脚，这个出手对倒钩的，跟大家讲有几种导法。一是外打，这样导，对啊，好，一导过来，我的脚同时在导的过程中啊，往前垫一步，是，对，我使这动作，大家看我的左手。不是掰对方的下颌，而是拿大拇指往外翻大拇指啊，掰对方的这个位置啊，颈部一定要注意这位置。这个动作呢叫掰子，以前这个动作叫掰位子，它就是直接掰对方的下颌啊。我们现在呢主要是拿对方这个位置啊，对方抓握我可以蹬手掰啊，有一个掰子的特点是管住对方掰，摔对方的时候必须给对方腾地方，掰完了掰住了，只要对方失踪，你马上要松腰啊，要往后退一步啊，一划车轮步，一哈腰，对方就倒在你的腹前了。所以一定要注意，如果这动作过了以后掰上了，你看这个对方不打呀，大家看我，只要我一松，他自己就打来了啊，他已经失踪了，我掰到这种程度了，我自己施技者只要一松对方就打下，如果掌握不好这火候，这动作就不好赢啊。掰呢他这个用他的手法
这方这胳膊的底下我可以往下压，哎，走，在上头脚走，分胳膊走，这方走，这方你挣开了，你挣开了不撒手，你凿胳膊的特点就是利用凿对方的胳膊实际蹬这把手，啪一蹬，马上的手，这形状啊，这个背着的技术动作，这个步伐很简单，就是垫步，啪一垫步，膝盖顶对方的大腿外侧，那么顶上以后，注意它的要点，一定背上了，马上侧步，还有使对方倒地，那么这个动作呢？如果你不到位，容易给对方送摔、送踢、送套等等，这个破法也很多。比如说，对方我不到位，我凿这胳膊的时候呢，没清楚，没管住，就是想的是这样，哎，人踹你了，你给人送去了，趴上身上了，这动作趴上身上了，这样呢，你这动作就不容易成功。还有我这么找人家，我一过去，我一拐人家腿，人家拿他的腿爬我这个，爬我的右腿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破爬怎么破了啊，这大家看啊，我这么一倒的胳膊，我本来是这样倒胳膊一拉，我好过去，人家直接对方直接往我身上来，一爬我就坐下，大家看一爬就坐下所以呢这个动作包括破法这个变化都很多，像我们在训练过程中呢抓住时机，怎么才能试好了呢？对方防你了，或者他有查你和揣的机会，那么你就一定就不能够给他造成这种机会，才能使这班子成功。比如说他揣我，我这么一来，他摔，这是因为我松。那我倒他的胳膊时候注意了，我不是往这儿拉，我是往这儿拉，他就没有摔我的机会了。注意一下，是这样，一定要注意。他有对方并不故意，我这么一倒他，他一拳胳膊，你往回拉，等撞胸口了，一下坏了。所以我们在实习过程中一定想到我这个技术动作的完整性想到成功一定在实习过程中要对自己的动作有信心，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给大家讲肘要叫闪名字，肘它有一特点，假搓或是假刮，左边刮右边拉左边搓右边拉手法变化不大，步法变化也不大，这个动作呢属于技巧力量既得有一定的技巧，还要掌握一定的功力，才能得心应手，给大家演示先说大拿的刮，大拿的不是特意的去算刮人家，而是顺他的腿往下滑，给对方一个刮的感觉力，然后去一下，对方行为跟你有一反应，马上就往回应这种大家看。还有呢直接搓，这儿搓，而不是往上进，是给一个搓的动作，下一搓动作，马上就往前一摁，这个动作叫抖叫抖。这个我给大家演示一下，看对了。这个
叫肘。这个肘呢，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给对方一假象，立的假象，这很重要啊。如果把你的第一个动作做大了，不管是刮、搂或者搓，动作做大了，抖，你再想把对方抖躺下，把对方摁躺下就不容易了。你这力首先自己就回不来。说你想叫真的不真，假的不假，啊，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啊。再讲一下他的手法变化。有的像一这样拿的，贴门小扣，基本上是这种两种手法。大家看，对，我拿了以后呢，就是改搓的。如果把它搓大了，我首先就不成了，他再往前打进，我也没有往这边来的力量了。所以搓搓运动是掌握重心的运动。掌握谁的重心呢？首先要掌握好自己的重心，然后再掌握对方的重心，破坏对方的重心，从而把对方推倒。所以呢，一定要恰到好处。刮，三分小球。我这么一刮呢，是往这抱这小腿，我就掌握好了重心了。如果我刮的这模样呢，我的重心全过去了，就不可能再往回来了。我再讲一下这个，示范一下这个一刮一抖啊。所以这个动作呢，你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过了啊！一过了，你的第一个动作震了就不成了。对方你给对方反攻的机会了啊！对方直接就踢你底腿啊！我这么远，你还没刚刚奔着人这条腿起来了，踢你底腿，整是你弯那头一个，你就躺下了。这样呢就不到位不成，你这搓不到位，腿脚不到位，上手又没点拿横，这都跑了，这东西呢就算失败了，就给跑了啊。所以呢，你这个呢，首先这动作很重要。如果你挺松的，就你搓人家，你想用搓摁，你这么一搓人跑了，这你带的就没有了。所以说必须得上下手结合，把力要到位，如果不到位，这动作就是失败了啊。这个动作呢要想用好怎么办呢？就是必须虚假左右用其他的动作来诱惑对方，比如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那么第一个动作我就真了，拿它，我刮它，我就直接刮刮刮来了，赢了，有了。或者这动作对他威胁相当大，虽然没打下，但是这动作对他很大威胁。第二动作拿手以后你这么匹和，他马上下重心就往前行，他怕你又去搂他去。所以这时候你这边一匹和，这个中国跤的魅力啊，也就是它的真真假假、虚实的特点啊。这个我们在运动过，在训练过程中，在运动中呢，去找它的窍啊，熟能生巧。穿裆道不能肆意，就穿腿消耗炮，穿在裆里的，而且是穿在裆里的。这个动作挺形象啊，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动作呢技巧性很强，而且需要运动员有很好的胆魄，敢于深入才成的。下潜要蹲度要矮，速度要快，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啊。步伐变化不大啊，
操法变化也不大，一般都是直门或者是小袖，注意啊，小兵们左和右，我往下针，一捻他的腕子，管住他的大手外侧，右左手接着管着干，向后好仰身，这个动作往后一仰，形成起桥，把对方砸的皮厚啊！对，他说我做啊，说我做，大家看，走，哎，来这儿，只要一翻，我就抬了，是吧？这动作一般情况都要砸一下啊，砸一下对方很难受，所以呢，这个动作叫实叫成功。他的主要的手法就是抓握对方的小袖和直门，也有三刀板的，注意讲碰面三刀板不是穿腿就是爬，我们刚才讲爬的时候也讲了这三刀板爬子，穿腿也可以三刀板，就穿刀靠同样可以使三刀板，大家看啊，这方断火一啊，对，一断火二一拉三步靠靠啊，这一定要这个动作呢，只要使上靠上抓紧了成功率较高，但是它也有一定危险性啊，它破本较大，如果回不来，那么因为它重心较低，再起伏就困难了。破这个动作有几个比较显而易失的动作啊，比较这个动作特别好实施，那么就是掰对方肘，当对方穿我靠我的时候，大家看，哎，你看，哎，他靠上我了，这条腿了，我掰着这儿，他一钻头，我一掰，我一三步一躲，他就坐下了。这是还有呢，破这动作呢，大伪装，对方一靠我，我打伪装，打伪装，他坐了，来，然后靠，啊，他就靠，对，马上，这个大伪装，啊，他就失踪了，对，这个大伪装呢，一定要注意，对方有大伪装的时候，他大伪装，你这手一定要注意，啊，不能这样去告人家。一大碗装啊，一崴这胳膊呢一下胳膊别上了，大家看一定要注意啊，这个看啊，对，你看你这么一崴啊，你看你这么一崴，这它这形成剪度，这儿就把你胳膊就别坏了，一旦你这边怎么办呢，我这么一个，我擦，你看我这刚这么一崴，他这只手呢马上回来劝我这个，哎，这样同样能翻，大家看啊，这动作啊，大家看啊，啊，大走啊，我这么一来，大家看，对，这样翻，同样给我翻倒了。说这个一切动作进攻和反攻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个动作在进攻过程中一定要狠啊，这张嘴要翻就得翻，要钻头要快，拉紧拉手要紧。不给对方掰肘的机会，这个动作大家看他过来你钻头钻，你看你是给他掰肘的机会了啊，我给你扬脖子上去给人家了，速条快，你看他速条快说可以帮我啊，这样是让他往下垂一点，这样我一掰相反我倒向后了，哎，这样呢我的动作算失败了，没搬好，我当他把我给翻过去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如何把对方摔倒。那么我要想更好的不让对方崴我，不让对方搬我的肘，那么我在做这动作的时候呢，要注意几点：第一，钻头的时候要夹肘；第二，
水的时候，注意下蹲的时候要往前冲，很重要，别在这等着，在这等着就是最糙的，去了或者冲着走，他冲着把这边冲斜了啊，这动作就动作变化，就是你该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做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呢，要注意它的变化，你要想使这动作，对方一跑你马上变成一手花，嗯，这动作啊，我要这么一来，我刚一过他这腿马上他跑，我就够不着这腿，我就没法穿他了，是吧？对，坐在坐在看啊，大家看啊，这动作是最比较实用的啊，我穿腿，我穿张靠变一手花，你看啊，对，你看，哎，他给你送，他失重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动作的千变万化啊，在实践过程中去运用它，掌握它，得心应手。撑我为了倒胳膊掰的这个动作，技术含量很强，它需要一定技巧性，利用倒对方的胳膊把对方摔倒，或者是对方倒我的胳膊，我把对方摔倒。倒胳膊种类很多，它的特点就是用同胸背抓握对方肘和腋向内拉拽，从而施力。倒胳膊种类很多，哪种倒胳膊都可以使撑膜。下面我给大家演练，我倒对方的左背，对方伸左背，注意一倒，倒完我们双步抱对方的发，对方的脖子，这样呢一挺一背，被对方摔倒啊，对方倒我也是这样，他倒我啊，我也是啊，发啊，我给大家演练一下，说他倒我啊，倒，嗯，最后呢就是利用倒背来把对方摔倒，那么倒的时候，倒背有不同的倒法，有倒胳膊，有这胳膊倒，侧胳膊倒，脚入，内合，下打，几种倒法，只要是倒同胸背就可以背对方脖子，啊，尽快撑对方，把对方摔倒。当对方失重以后，注意一定要哈腰，左腿哈腰，才能使对方就把对方腾开地方，有让对方有倒地的地方啊。注意这个动作，你看，对，相辅相成。我们在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我一着他，同样我一扒对方，他先扒我啊，他一扒我，他也可以给我使，注意倒着这胳膊呢一定要向里扎拽对方的肘，注意这个动作很重要，是这个动作要撑着以后呢，就拉，一定要拉拽啊，就是把对方的整个身体拉歪了，一定要注意这个手法。那么他这个动作呢，注意他最怕对方反攻，我主动做撑膜，对方也是撑膜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对我一倒对方胳膊，这不踹我，那比如说啊我这一倒了，他进来踹我了，这不这对方就可以反攻，这是最不好，一定要注意这个动作。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他刀爬摔跨崩撑膜都可以利用倒胳膊做，所以我在倒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比如说我倒对方啊，我这条外脚这会够我下压，
一定下快早才能成的，不然的话对方就可以撞你，这一撞你一是破坏你重心，你这动作算失败了，过不去。那么说你在运动过程中，那么要不同的技法，用不同的招法来诱惑对方，使对方防不胜防。比如说啊，来出手，我一倒着老让对方呢防不胜防，他又防我撑我，我缩他了啊，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好好就这样了啊，他倒我嗯，他找我，找对对对，他也找我，我也可以踩他，对，走，嗯，啊，对，这种都属于防守反攻，啊，在不同情况下如何运用这个撑膜，嗯，所以我们在倒的过程中要想着别的动作，啊，用别的动作来诱惑对方，或者是用撑膜诱惑对方，使别的动作。总的讲把对方摔倒是目的，啊，这个撑膜它技巧性很强，如果需要速度力量技巧那么几方面都到位了，那么这个动作你才能成功。操腿，操腿是手法的技术，它主要是用手操对方的一名腿膝关节外侧，那么这个动作在抱腿系列当中也有掏腿，我们管它叫掏腿，顾名思义就是把对方的腿抽起来，手法变化不多，步法变化也不大，主要是这个动作好学啊，好懂，比较成功率高，所以在平常的训练当中，大家只要留神注意，只要有机会你就想我还有一下掏腿，这个动作得分率很高，效果很好啊！我下来给大家演示啊，对这个掏腿呢，对一般情况都是我的左手钻对方的偏门，也就是他的左门子，注意往下一拉，使对方呢腿往前上步，操这个往下摁，这个扣很简单，就是这么一个动作啊，后腕没什么变化，抛门子砸门子左扣倒过来啊，也疼，对，啊，我做一下，大家看，一定要注意，垂手把对方的腿拉头里来，对，正视对方的实腿，这是我抄对方的作业，而且送力的时候一定要哎下，绝对不能推，啊，我们说这个推它有使对方一倒不了，这对方的腿疼，大家看我这个动作啊，走，那一，啊，就看。后腿这个动作在摔跤技法当中是最简单最易学效果最好的一下技法，那么它可以倒过的头倒门的头，也可以大拿着头，这动作头这么拿着，你看这样头，这一招错腿也是掏腿系列，这样抄，嗯嗯，对，可以告诉我，站着，嗯，错的，啊，这啪一错，砸到了，使对方失中倒地。那么这个动作呢，步法和手法都很简单，那么一定要掌握时机，掌握它的力点，抄的时候，对，一定要注意抄上这条腿子。再往下抽，这个手呢是往下垂，使对方坐了以后形成这姿势考验。如果对这个我松
对方就可以踢腿，踢我这个后腿，也就是我的右腿。大家看啊，我一掏了，我一踢，他这一踢，这时候我正是失头，也叫失中了。啊，这失中我一掏的，人就踢我的，这个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掏的时候呢，速度要快，如果慢了，就是我掏他腿，他掏我胳膊，往往这个动作呢，是我不能成功，而且呢，我马上就撤，要不然我胳膊受不了。啊，大家看啊，我这一提溜，我一掏啊，他这一挪，哎这，让他挪回来，他挪这走这位置，我受不了。会马上就回来，还有一个呢，对，操的时候呢要狠，我是站操，不能这姿势，对，如果这样操的不狠，就说踢我里冲子，这一踢我就走不地了。大家看啊，你看我这一操的，或者一盘一踢，我都就会失中，走不地了，这动作呢就不容易使上。要想把这动作完整的掌握它，就一定要注意吹手，先吹手后掏啊，一定要注意。另外呢，注意它变化，这个掏腿也可以变溜达啊，就这样，对对，他有什么来一撕的，对方一打愣啊，对，这个动作呢，只要对方一打愣，马上我一转移，啊，这动作就变成溜达了啊，对。你看，太好，所以他这个中交的特点呢，他就是一个半套一个半啊，一个半套一半啊，左的半个也就是中交的交际。给大家讲，漏子有茶漏。河北楼，后楼大楼等等，楼子的特点顾名思义，就是用腿把对方的腿搂着自己的后头，这样呢使对方向后倒失中啊。这个动作呢，有茶楼啊，大家习惯用河北楼子啊，楼子注意它的利用性很强，一定要注意，不要往前追。捞人的时候要合扑，把胸贴到对方，这样往下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对，合扑，嗨，同志们注意，我要搂对方的时候注意，我不是这样，而是我向下，往下坠啊，把对方搂倒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啊。他一抱，对，你这河不是往上仰，一仰这时候呢，这时候就挂我，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啊！大家看，来，大家看这动作，这个溜的动作呢，一定合扑，如果倒腰了，对方就挂了，对方呢他就可以反攻。大家看啊，我这么一来他一挂，我的对方就下头活了啊，这时候我就躺下了。这搂的变化呢，他要查搂，比如说我是左不搂的，他一查转手啊，还有笑肉这个动作啊，拍长笑不是踢，不是溜啊，笑肉啊，它的变化几个用法，双边的这样啊，吸过来弄对方，那么这个溜的呢属于定型的，那么这溜的要使好了，效果很好，如果使不好，它容易被对方反攻啊。所以呢，这个一般漏上以后都是合着下去，
叫合蒲，蒲的胸脯和胸脯啪砸下去，最终呢对对方的威胁很大。啊，讲一下这个合蒲啊，查以后注意了，说他不吸，必须往下，往下坠，你这力呀、啊、是往必须往下坠，啊，收，最后才能倒。啊，如果我闪，这样就去水了。对方半打得跑，哎，我就躺下了。啊，还一个呢，注意了，查漏。我一查的，本来这漏呢，应该这姿势漏就有了。我重心呢，特别平稳，而且有点浮。我这么一来，还没漏呢，刚一去，人家瞄了钩子，钩子啊，这一手钩我再来，我这水就输了。啊，这个破水漏的呢。还有就是对方只要一失漏的技法，你马上重心压降推漏，就我们练这个哼，这蹬手哼，这个力动力，对方一漏啊，对方一漏，这一抱一抱腰，一抱腰哼啊，只要一推就完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动作一定要注意，只要对方一漏上你，那就合上了，就砸一下。如果查漏，你马上扔腿，啊，破分或者扔腿，破分漏子，马上化打得漏。啊，总的讲，这个动作破法很多，啊，但是我们如果用好了，恰到好处，什么动作都是，啊，都是快的慢，慢的迟，啊，我要想赢好了这，不让对方扔腿，不让对方化打，那么我的技术动作，首先要到位。比如说我查着必须得这姿势，重心下降，想漏了一回速度要快，转移要快，速度要快，那么、我要漏对方，那么我就要防对方如何反攻，想着他如何反攻。啊，总之讲这个动作属于地力型，说大家有力量的同样去练这个动作。跨分要叫跨打，这个动作不同思议，就是用跨把对方轰出去，就用跨把对方打出去，所以这个动作呢这个技术含量很高，需要抓住时机，掌握技巧啊，同时精挑精跨把对方摔倒。我给大家演示跨风这个动作。跨风，我倒戈的跨风，我多大跨风等等啊，倒戈的跨风，对，对方一抓我，那对，马上一赢，这叫脚入了、啊、对方是右脚，我是左脚，我垫步他腿，我去蹬，他和崴所不同的，崴是近腰长腰变脸，这是跨起来我不崩啊，这个手不同，崴是往前支，这是我起跨啊，我来的也是对，嗯，注意看，对方一够我，这动作，还有呢，分多大划分，左手偏的，右手正的。这方一够我的，那轰出去，还单打滑风，单打对方算我大脸我轰出去，他所不同的和崴不同，就是崴要蹬腿长腰变脸，上手支一手拉，滑风是用胯给对方打起来推起来，上手是抱对方腰，啊，这跨分的特点。那么你用必须到位。第一，先跳得要快，对方一告我，够低了，我下压接各位；够高了，外打，啊，或者对方转我小袖，我蹬手，派蹬手，嗯，用胯，
登出去。这就是孤爬，也蹦过，背过，再过三点步，三点步，你我拿着对方，拿着对方，这么一二三，走，常用的步伐就是蹦步，直接进化，上步和蹦步。这个动作，对方只要一放松，一踢我，也就是一靠，就容易失败。所以一定要拿住了对方胳膊，把就拿的时候要往外画一圈，不能往自己身上挪。要自己身上挪，就容易让对方进肘，微声中碰你的胸，或者是拿直接人家靠你，直接靠。大家看，他靠我啊，我拿着，对。我拿着是往身上裸了，我这么一看，哎，走，看，大家看，我这躺下了，我一找着他这只手一拖一找，就跟倒东西似的啊，这么一靠就倒下了。还一个，对，我一靠边，对，我这么一靠边，对，大家看，他就做那，整个重心一下降。就拿这条腿，拿这只手捡我这条腿去，操腿也就撕裆啊，这个动作，注意看，来，我给你倒倒，多简单，这就倒了。所以呢，我们在运用这动作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变，动作到位。第一到位就是倒胳膊到位，第二跨分要严谨到位。跨的时候一定要轻跨。第三，他要倒油，跨以后马上转，跨有只要有这么个停顿，人就给就被反光了。注意看，我呢，对，太倒着，你这手呢往外转啊，因为我一倒着往外要转去，这样呢就不容易失败。还有就是你在倒胳膊时候呢，在技术上一定要注意拿对方的肘外去，这个位置大家看啊，一勾啊，这一夹跟那火车那个挂钩似的，它一撞就形成这样，让它自动的有一个往回拉的感觉，这样才能成功啊。那大家长于实践，给大家讲，四张也是抱腿系列。四张的特点不同于抱腿，它是用一只手操对方的另同一侧的腿内侧，操腿是用手操一名侧的外侧，它跟操腿和一般抱腿有所不同。撕裆顾名思义就是把对方的腿撕起来啊，把对方摔倒。他纯属手技，也是用手施技的方法，下边给大家演示。撕裆手步法变化不太很多，主要是对方是右脚，我是左脚，常用的就是这对方拿我大领，我拿对方支门和小袖，我夹，注意夹一崴，对方腿一上来，他的右腿往前一迈步，这时候我给他撕裆，这个动作叫撕裆啊。注意大家看，他也有几个变化，拿腕子撕裆，拿腕子就撕啊，反挂门撕，一刀门子马上反挂门撕，常用的就是对方拿着我大领啊，大家看啊，连看看也不崴，就这么说一变脸，这大家看啊，
把对方推倒。这个动作呢，它主要是使手劲，用上手把对方控制住，给对方一个半截摔的假象，或者是给对方一错的假象，使对方这个重心下降，下意识的把腿伸向我的裆内，这样呢，我便于哈腰掏对方的膝关节内侧，大家看这个动作，常用的还这么一个，拿直接拿喷门，我的左手拿他的左侧门子，对，窄搓，窄搓，这个搓并不深，是假的，就把腿搁有力的位置，你看，没拿左腚，我往这一搁，这往这么一横，你看，哎，就利用对方左腿向后背的移动的这个一瞬间，大家看啊，掏上就拍，还有百万的掏，那腿，你看我这么一拿，对方就逮捕，这个力一摘腕子就让他失踪，所以这几个动作呢，这个手法的它的变化，就是如何把这动作常用，常熟，只要常用就会娴熟，所以这个动作这个一定要注意，超人的时候速度要快，如果慢了，对方可以扔钩子，可以掏我，你比如说，我这样，我刚跟你来，这动作慢了，人家掏我了，掏腿，人家掏腿，这大家看啊，我不要一慢了，他的右手就直接掏我，我这么一来，就直接人家掏我了。再一个呢，他可以呢，用那个左腿踢我的底冲子。或者是用左手捞我这个，搓我这个胳膊，这样呢，我也容易倒了，还不容易成功。比如说啊，我这么一掏的，他这样大脸，我这么一掏的，他哎对对，他这么一掏就完了。只要这么一掏，这手就一掏，整个这种我就失败了。我施这个技呢，一定要掌握好时机，一定要掌握好时机。第一。部分的实际这个变化很重要，我要成功，我就使得说就得要相信自己的动作，做这种每个动作都要负责任啊，注意啊，看对方拿我大脸了，你这个前奏首先要好，给对方一威胁，看这边他，你对方以为你要晚上伸手一掏，他第一呢掏这种程度，这时候呢你要推人家，人家往出蹦蹦蹦蹦蹦你追出去了，场外了，这东西也不干净了，不利了它有一个最大特点注意了，啪一推，注意了，对方稍微有这么一打愣，马上要回来一定要注意这个，看来啊，对，我一推了，马上一拉他，对，拿一看啊，来一拉就是让他，我掏上他的右腿，让他拿左腿当轴心往那边转所以呢这个动作在使的过程中要相信自己哈腰要快，力度要到位才能成功。